那这一段事实上打得非常的顺，然后昨天当然是输了，今天是打得非常的好，投手王祥英又表现优异。对，那主要的就是国训本来有好的打击表现啊，但今天完全被王祥英压制住了。那棒球是很现实的，攻击没有办法展现，要赢球是困难。好，当然再次的恭喜台电拿下了胜利啊！明天休兵一天，但是下个礼拜二呢，马上第二阶段就要展开，请大家持续的锁定哦。我们未来所提供精彩的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今天转播的工作到这边是要完全的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杨老师，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振磊，我们下次再会，拜拜，拜拜。早晨的一阵恍惚后，我想到你，已经许久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空虚后的满足，满足后的空虚，你从来不问我白天做些什么，生活有什么目的，我不能保证。